我的糖呢？不给他去捣蛋，我就没对象，断你的红线，这还长不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。我是笨蛋真源，我怀疑这七年是我的聚合。再见，谢谢。我想我万物生灵，哪个不归我管，我叫他三更死，不给他去捣蛋。哈哈哈哈哈！不给他就捣蛋。丁哥介绍一下自己。你上场没做错。
你不应该跳这儿。你在教我做事儿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僵尸哈。第二位。不是伤痕累累的超级马里奥。超级马里奥不是这样上场的吗？很好，太棒了。下一位，我是月嫂。我听成月嫂，吓死我了！我是月嫂，我负责给你们牵红线啊，注意点啊，纣王。是，你动我的，我的耳机。下一位，弄袖子那位。我哦，我你是那个谁？那个这是女生的黑白素贞啊。Really？ 我也给你找到了，我要给你配许仙。我是白素贞，无脸男。哦，不错。下一位，阎王。哦，皇上。我是阎王，皇上。撩一下。下一位，毒贩和贱卒。这好远啊！我是温宁。现在呢，我们先开始第一组。那我先我跟爹开始啊，这么快。我们演的是夏洛特烦恼。我是夏洛特烦恼的饰演者袁华。对哦，好，马哥的陈应马哥的陈应元。马哥是清雅的。我是马哥是就另外那个人啊，知道了吧、啊、秋雅、哎、秋雅秋雅是女生吗？秋雅是男生。那我们拉开序幕。我怎么就变成一个爱哭鼻子的傻瓜，没有一点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的样子。我也没想到夏洛特。别说他，啊，你的手流血了。我碰一下你的手脚，他碰的可是你的嘴。不不不，这不是袁华同学吗？怎么办、啊、这道题好难，我不会做。好学生啊，加油。哇、啊，我觉得这个眼神就是很细微啊，就是有做到，就是那种，这个很好，这个很好的。为什么就是他能碰嘴啊这些的？就是我平常不能碰，这些细微的眼神处理是很不错的。很完美，很完美。留到给 S 卡吗？正，很喜欢。谢谢各位老师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不用辛苦，辛苦辛苦，爆发力很，不行，不行，老高，我给你们签名，厉害。我觉得他很厉害。好 ，OK， 有请。接下来有请下一组，浩翔和小贺。为什么我要压轴啊？不配吗？配呀、啊，多配呀、啊！记不住词儿啊，都快背。
我们知道你们这么多年肯定有感情的了。我还想跟你说，你要去。三二一 ，Action！ 哎，干嘛？就走了？不然呢？干嘛去？回家。不回家行不行啊？不回家，你养我喽。我养你啊。你先养好你自己吧，傻瓜。这为什么养不好自己？没完呢。这位爱卿，所作。来人，何事？把他刺死。哎，你们还有什么剧情？快演，又再来。演完了吗？再来一遍。再来一遍。你这样，你这样走。你这样走。对，我也觉得。对，这样走。刚刚走错了。对对对。哎，干嘛？就走了？不然呢？去干嘛？回家上班啦！谁叫我是打工人啊？不上班行不行？不上班怎么挣钱啊？要不你养我啊？哎。又干嘛了？在养你啊。其实我是第一个皇帝。你是？我是你爷爷。让我们有请下一组，就是爬山组耀文、小张张还有亚轩。好嘞。还要道具，这儿啊，摄影机啊，自杀吗？嗯，好，你放点吧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老婆，啊，有事儿吗？你来穿角色了，我得是爹啊，不，我得是老公。爸，你看什么时候你教教我摄影？那摄影吧。他得讲究光线，哎，你看看，他得这样拍。老头给我看看，他都是哎得有光线的，对吧？哇塞，高科技！您还是去劝劝徐静，他们都听你。怎么跟你妈说两句呢？妈，您帮我去劝劝。这件事别谈。车给你买了，对吧？看你妈的，老伴儿，孩子面前能不能放尊重点？好，这不有点童心吗？那咱就上山吧。那我们再往山上走走。好，那摄像机给你，走吧。啊，腰疼。哎，我扶你。啊，轻点啊，你快点。爸妈，这光线好，我们就在这儿拍。好。在哪儿啊？就这儿，就这儿吧。哇，这好危险呀。那没事儿啊，没事吗？万一掉下去怎么办？掉不下去的，没事，除非有人推我们。我给你俩，我推推看能不能推动啊。哦，来那边一点。我 OK， 就在这儿。这是个，这山很重啊。这更危险了呀，老伴。没事，除非有人推咱们，不然咱们掉不下去的。来吧，宝贝儿，快。咋了，宝贝儿？快拍呀，儿子。不听话呀，儿子。我帮你们摆一下。啊，来来。还没到，差点掉下去了，吓死我了，心脏病都给我吓出来了。下次注意点啊。好，你也是，小小心点。怎么怎么对你爹呢？看这儿，小伙子，饶不了你了。好，角度不对，啊，你快角度不对，没事儿。啊，待会儿闪到腰了，腿闪到腰啊，对，闪到腰了，小心点，别摔下去。你腿得放这儿，你先叫声爹，我提醒爹，您腿得放这儿，爹儿子，您腿得放这儿，怎么跟你怎么跟你爹说话？走你！我们举办结束了，爸妈，哎。儿子，不要这么着急，还没摔到底呢。
我知道，跟华为一样，不是华为吧？华为一样。我觉得他们即兴发挥的很好，剧情跌宕起伏，完全不知道原作是什么样子。真没关系，这不叫隐蔽的角落，就是要跳亮的元素。今天就到此结束，怎么样？说再见的时候了，所以说再见呀，再见。交装备了，兄弟，看老伴儿交装备了，没事了。好，我们一起祝大家万圣节快乐！哇，我做好，哎，我做好，哎。